ESG 这一波热潮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我们从一个高能耗的国家转向一个低能耗的国家，转化的过程中面临的底层的经济学的意义，就是我们从一个劳动力密集型的社会转向一个劳动力轻量型的，最好是资本密集型的社会。停电是为了什么呢？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就是碳排放超标了，这个设想是好的，但是在这个执行的过程中，中国的经济的发展的不平衡也是非常大的。